级汽车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啦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啦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力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妈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正在跑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
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
看，冰面裂开了。啊，快跑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嘟嘟，马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拉嘟嘟和马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巴力士吊车巴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面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一定点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！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
破解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，小心。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！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砰砰爆米花，哈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快躲开，长手臂伸出去抓住你，爆米花爆米花噼里啪啦，大轮子转呀转追上你，冲呀冲呀，嘿，追到啦！不好，他要进攻，呵呵，交给我吧，准备战斗。危险在躲避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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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水炮弹不及，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，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，飞呀飞呀，消防车打水炮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，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，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。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。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。脚印一块半，样子有点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。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，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
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嗯，我听妮娜说，她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惊险飞行。哟吼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人人都冲弹呀弹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轻轻弹呀弹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
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！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！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库堡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开启嘟嘟嘟，找到你。橙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！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。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。挥动橙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。追呀追，追呀追，推呀推，推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嗯，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嗯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！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虎，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，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要注意。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